陛下驾到，臣以有失远迎，还望陛下恕罪。皇姨娘快快请起。圣安。皇姨娘，咦，听皇表兄说皇姨娘不是病重吗？怎么姨娘半月未见生儿，可想死姨娘了。不是编个谎言呐，我那姐姐还不会放陛下出宫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皇姨娘，可要是让母后知道了，又要害得我挨一顿臭骂。陛下，母亲可是一片好心，还特地为你请来最好的百戏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那就快给朕献上。之言，你曾为韩德让被你母后骂了，怎么皇姨娘还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你看你姨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那怎么知道这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皇姨娘呀，朝中可发生大事了，皇姨娘要是听了一定会高兴死的。哎呀，陛下快快给你姨娘说，让你姨娘高兴高兴。生儿亲情所致，才将那些传言真实相告，是为了让你明白韩德让在你母后心中的地位，也让你多与韩德让亲近，一则可笼络韩德让对陛下效忠尽力，二则也让你母后心中高兴。可谁知陛下竟误解了姨娘的良苦用心，逼得你母后忍痛将韩德让逐出朝廷，你可伤透了你母后的心啊！怪不得母后近来总是闷闷不乐呀。
你既伤透了你母后的心，又害得你姨娘难脱唆使陛下的嫌疑，这不是害得我遭灭顶之灾吗？皇姨娘，如此说来，这都是我的错了。母后骂我，想不到今天皇姨娘又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。皇姨娘，你说我还算什么皇帝呀？谁想当皇帝，谁就当去吧。这个皇帝我不当了。陛下，陛下！啊，皇姨娘，陛下，你还这么认着性子，你这不是逼着姨娘悬梁自裁吗？不，皇姨娘从小疼我，我怎么能逼皇姨娘自裁呢？可事到如今，我落了个里外不是，后悔也来不及了呀。陛下，你要是真的想挽回这个残局，姨娘倒是有个办法，只是怕你不敢。我是皇帝，只要能让母后高兴，我什么都敢。皇姨娘，快快说来。你知道你父皇为什么临终时要将一个御驾交给你母后？一定是留给母后做纪念用的。不，他是要你母后另找知音。啊，这个知音就是韩德让。为什么是韩德让？因为满朝文武只有韩德让一人会吹辽宫八坡，并且只有他才能真心辅佐你们孤儿寡母。咦，皇姨娘是怎么知道的？陛下，皇姨娘同你母后是同胞姐妹呀。这些话都是母后亲口告诉你的吗？事到如今，陛下想讨得你母后的欢心，就必须成全你父王的遗愿，你母后的心愿。可我又怎么成全母后呢？你母后未能与韩德让缔结秦晋之好，除了顾及陛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韩德让家有妻房。那如何是好？你是大辽皇帝呀，你是大辽皇帝呀，你是大辽皇帝呀。Thank you.
贤臣韩德让德高博学，忠于朝廷，深得朕之尊敬，太后之宠幸，既有先帝郑家为信，前有母后自表真情，为表朕遵父皇之命，尽孝母之心，表爱卿之诚，恭请母后与卿缔结情境，韩卿原配夫人李氏虽无不端之行，然太后贵为国母，名父不得与之并论，特赐真酒，诏令自尽。朕惜李氏恪守妇道，死后追谥一品夫人，以彰其德。钦此。李氏谢恩，李氏谢恩，谢主隆恩。Thank you.
莫非是韩青回来了？母后在此，孩儿参见母后。皇儿，半夜三更的，急匆匆有何急事啊？请母后回寝殿，带孩儿细走。哦，好，走吧。母后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呀，给你办了一件好事。母后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皇儿，我看你今日举止反常，有何事啊？母后，怪孩儿年幼无知，不懂母后的心思，以致当初赐死韩德让，伤了母后的心。如今孩儿已将功补过，成全母后的心愿。皇儿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？母后啊，孩儿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可母后却是越听越糊涂了。母后与韩德让不能结成良缘，不就是因为他有个原配夫人吗？其实孩儿早就该想到的，好在为时不晚，孩儿已经向韩夫人颁了一道圣旨。圣旨？母后摄政，未经母后许可，怎可擅颁圣旨？孩儿怕母后多有不便，就自作主张了。皇儿，到底有何事？你快快与我讲来。孩儿已经让内侍送去了。送去什么了？酒啊。酒？什么酒？真酒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母后呀，孩儿知道父皇临终前曾留下遗言，望母后能与韩德让结为百年之好，可韩德让家中另有妻房，为了让母后如愿以偿，孩儿下旨敕命李氏饮真酒自亡啊。母后。来人。母后。太后，快快去韩府收回圣命。太后，晚了晚了。你说什么？韩夫人早已谢恩上路，赶不及了呀。母后，孩儿可都是为了让您高兴呀。你给我跪下。母后，我是皇帝呀。那我就废了你这皇帝啊。母后，难道我又错了？听得外面有人传说太后与你哟。我话没说完，你就吹胡子瞪眼的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说你和太后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信。不过，我看夫君的心呢，恐怕还真的被太后给拴走了。
今闻噩耗，本后不胜悲伤，特来致祭。还望韩卿节哀珍重。我妻死于皇家恩赐，彭某本该谢主隆恩，无奈孝子在身，使彭某不能起身谢恩。韩卿，太后，亲者臣也。韩某如今一介草民，不敢当亲。唉，这一切都是本后酿成。你要恨我，也是情理中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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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德让，朝廷正值危急之际，难道你就忍心辞朝而去吗？当初在那木叶山上，太后曾救过我妻一命，如今一命还一命，你我两清了。太后，韩某辞书以上，一命以偿，该还的不是都还了吗？你为何还要再次打搅我妻王陵安息？走，快走吧。韩德让，如此说来，你是去意已定。若想留住韩某，除非皇帝一人。什么？你想逼着本后废主另立？如若不然，韩某绝不回朝。韩德让，莫道三分礼在手，敢对皇家礼不周？我本捐狂李杜后，辞官落得身自由。大辽建国80年，尚无人敢把废主另立善其口。前无古人胆如斗，今日直言有韩某。放肆！来人！故皇太后息怒，韩德让虽然口出狂言，罪该万死。顾念其爱其亲王，不胜悲痛，言语失常，望太后饶他一命。韩德让，可亲可当小韩蛮，不自量力出狂言，今日饶了你一命，你今须再出马前，若敢迟误治了国，马跃出马狩猎场上，那儿顶撞蛇怪。
神从他身边赶走了。如今萧燕也没了韩德让，不就是个手脚不全的残妇了？母亲，先安里放来信鸽，快去递信来。准备就绪，待时机一到即可发兵。思儿，这几天将他好好喂养，他还得替我们往回传信呢。是母亲。启禀皇太后，耶律斜轸大将军求见，门外候旨。我正要找他，快宣。遵旨。耶律斜轸觐见。臣职叩见姑母太后。快起来吧。谢太后。耶律斜轸，近来太平王府门前可有异常？并无异象。奇怪，何以如此平静？你在找什么？哦，太后，近来太平王府虽无异象，却也并非无人进出。何人进出？摩鲁谷。正是。果然如此，这就全对上了。既然有人进出，你为何秘而不报？上回因太后不许打搅，何况臣只以为这聋哑人原本来自王妃府上，又是太后身边的人，心想不会有什么。你拿去看看。啊，原来他是。心里知道便可，不必说出口来。是太后，如此看来，您赶走韩德让，岂非亲者痛，仇者快？姐姐，姐姐，臣妹罪该万死。哦，贤妹何罪之有？啊，姐姐，臣妹出于好心，才同生儿陛下谈起，希望韩……你不要再提此事了。可我知道，姐姐心里多么希望能有一位真正能辅佐朝政的贤能之人呢。我让你不要再说了。
谁知生儿陛下竟误解了臣妹的意思，赐死韩青，反而害得姐姐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忠良之臣，臣妹岂不是罪该万死吗？你确实该死。我让你不要说，你为何偏要说？难道你还嫌韦姐心里不够烦乱吗？臣妹不说也罢。那韩德让也太是狂妄，居然想逼宫另立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上回我罢了他的官是想堵人非议，这回我不但要罢了他的官，还要把他逐出辽境。姐姐，这一切原本都是臣妹好心造成的。算了，不过有件事韦姐需当面问清。何事？近来朝臣们纷纷议论，说你十年来在新安岭招兵买马，意欲谋反。太后，何有此事？臣妹在新安岭虽有几个家兵，但无非是防范盗匪草寇，何敢横生谋反之意呀？不过我也不信，你我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，本可荣华共享，富贵同福，贤妹谋叛岂不有悖常理？姐姐如此信任臣妹，感激不尽。